在一开始4-0领先之后，刚刚第五局一个长距离四号球的薄球没有拼进，就让吴嘉庆呢以5-9拿下了一局。现在是吴嘉庆在这场比赛首度的冲球，这位泰山神童那冲球爆发力是相当好的。好，真的是爆发力相当。我们看开球不要冲进几颗了啊，至少两颗了。一号跟七号都进。嗯哼，哇，冲球也算冲得还蛮准，一号球相当标准，进了下方中带。所以有时候刚好今天这个裁判的王政伟啊，他这个排球的，等于是这个排球的这个痛啊，跟他们两位啊刚好可以接近，合作一号球就容易进中带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神童这个球是拼，应该看起来是要拼右下角底带啊，母球要下左塞啊，才不会去洗带。好，球相当准。嗯哼，所以现在以他个人的重球技术方面来讲，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进攻。这是过去我们一再在转播当中提到了，一位选手刚窜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年轻选手，第一个会引人注意的就是他的准度。嗯、对，进攻，进攻再加上这个有，还有一个就是说，吸引目光焦点跟声光效果是什么？嗯，开球。开球。对，开球，当当当啊那种。所以光是他开球，你每次都能进球，而且你球形冲得很散的话。嗯，连接球形成呛死球的比率相对就高，对，所以他的进攻可以不断的续盘的话，让他在职业会能够很快就窜出头。对对对。不过在防守这个部分，就是有时候需要一些经验累积。对对，因为年纪轻嘛，这个光是赵峰邦的球龄就已经超过他年纪了。对，赵峰邦的球龄已经有25年了。其实不止赵峰邦，大概职业会超过30岁以上的选手啊，这球龄都已经是。他的年纪的，换句话说，他还没出生，这些一大堆都已经拿球杆，一些叔叔、阿伯都在打球了。好，这一局吴嘉庆现在也掌握机会，九号球顺利打进了中带，展现了他的准度跟冲球的爆发力。冲球之后 ，green table， 现在比数一下子就追成了2-4。这失去之后才知道珍贵啊。对，那我们看他这个气色跟你。我记得那时候是应该是第一次的对抗赛，十人对抗赛，那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在电视上看起来已经脸色不好了，是，实际上他有一场比赛在打的时候，那一场比赛是在赛前大概半个小时，他光是厕所就大概真是讲夸张一点点，但是我们很高兴看到他现在能够重新找回他的目标。对，最主要他也勇敢面对自己的一些不是很理想的状况的一些爆发身体啊，我觉得这点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球我们来看一下，它应该是这个球就比较看不出来它的意图在哪里。这个球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做防守，你说20碰来讲的话，它不太可能，对，它并不是那么好碰啊。自己摇摇头。后杆抬高，吴嘉庆。哎呦，这个年轻人呐、真是可怕。和吴嘉庆他是在家里排行老四啊，他是最小的，那最大的是哥哥啊，哥哥已经正在当兵。那还有一件对我来讲是这个算是恐怖的事情，因为他的爸爸年纪还比我小好几岁。他父亲还未满40啊，这个我已经40好几了，我的小孩还在幼稚园都差很多啊。所以吴嘉庆呢，的确呢，也是在算是等于继杨秋顺之后，在国内非常被看好的一位撞球的这种神童。那今天吴嘉庆他的爸爸等于是吴先生也来现场，他很少到现场。来帮他加油，这是他的教练，这是林教练啊。今天教练跟父亲都到现场来帮他加油，而且赛前我们也看到了，吴嘉庆的父亲在他准备上场的时候也是爱子心切，就是也等于是帮他打这个领结啊等等，没有帮他准备好一切，所以应该对于自己的
儿子能够这么快在撞坛窜出头，也感到相当的自豪了。那今天也特别来现场看他的比赛。这一局现在吴嘉庆呢表现的也相当精彩，在接手以后有机会清光台面，九号球顺利打进。打进了以后呢，在这个九号球方面是吴嘉庆拿下了第三个九号球，目前第一盘比数又追成3-5。今晚的周三撞球夜将一连为您带来三场精彩的比赛，目前欣赏到是第二场的赛事，由吴嘉庆出战赵峰邦。比赛来到第九局，哇，他的母球真的是控制能力相当好。对，我们待会再看一下重播哦。这个观众眼睛睁大一点看，他这个母球退回来之后，然后很快的再往前转两三圈、三四圈这样子，然后停住。这个哈、有些人可能练一辈子都没办法开出这种球。是。那所以这个是要苦练这项天分哈、这个。有他有这个方面的这个所谓的，因为您这开球速度，这叫你计算到底是几秒，根本不能讲几秒，要讲0.几秒。这么快的这种速度的出杆，你能够把母球的点 AK 点送得这么好，真的是很困难。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一号球，可能会抓插板得分啊、闪过六号，对。哇，很准准，对。因为这个球一溜碰难度很高，是、你抓插板得分的话，这个球形整个都豁然开朗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年纪轻轻的啊，这个打球的意志啊很坚定。那私底下听他的家人讲啊，这个他非常孝顺啊，就是说奖金一拿到都是纹风不动都交给爸爸或交给他的阿妈啊。是，他的阿妈很疼他啊，这个常带着他南征北讨，那后来有一阵子他叔叔啊，应该接的哈，他传啊，今天是教练跟爸爸来啊、那这盘球球形上面就还蛮简单的啦，对，待会七座八还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那基本上并没有 CD 出现。嗯哼。进攻方面也是他的强项。嗯、对。好，现在来看看这个六座七，这七座八角度要角度应该是 OK 的。是，好，这就是吴嘉庆的父亲，吴先生，真的蛮年轻的哦。对，还小我3岁啊。好，七号球打进之后，两颗星，做到了八号球。题外话了，有时候早结婚也是比较好一点啊。然后常问这样的北老家有到时候是很累啊。好，我们看赵红邦也那个表情好像也蛮这个蛮稳定的啊、那个气定神闲的在等机会了啊。毕竟他大概只有刚刚第八局一个二号球要做 safe 的时候没有处理好、结果就让对手呢现在要连下两局了。打进之后呢，现在一举把比数追成了4-5，仅仅处于一局落后的局面了。